龙王雕被杀事件后，立法委员叶宜津提案护渔，法案若通过，将严重影响绿岛渔民生计。为了争取生存权，乡长、代表会主席、绿岛地区渔会理事长、总干事及三位村长及多位渔民跨海到台东县议会出席绿岛海域三海里内禁渔不可行反映民意记者会，表达不满及无奈的心声。今天好，传统的渔业行为，我一定要维持，我拼死都要维持，我一撮一波我都无让。但是无表示我反对观光哦，这观光这大趋势，绿岛这条路安尼行，是一定爱继续行落去的啦。我无反对，阮土海人我无反对，恁赚恁观光遐钱，但是绿岛一百外只船啊，恁爱搞伤济哦，你爱互跩土海人有生存权哦，有土海权哦。啊！绿岛祖先200多年，为当时为小琉球来到这，是偌艰苦呢？还是靠靠在鹿角山咧生活的呢？逐项都无呢。阮绿岛人为到绿岛开始到即摆，行行顺顺七八代，安尼落来，一代咧生活的，一鹿角坪咧生活的，一只潮间带咧生活的。啊！我昨昏甲处长报告，我讲潮间。恁台湾叫做台湾是你的母亲啦，啊，因为伊的土地、伊的天气、伊的海洋供应你、养育你，互恁会顺顺利利才更加顺顺大汉。但是阮绿岛人，这草间带、这全鹿角坪，这都是阮的母亲，因为伊饲阮大汉的，伊饲阮八代更加顺顺大汉的，啊，这全鹿角坪是无重要，你竟然要甲围起安喏，俺绿岛人无要拼你哦。你要让绿岛人无名，啊，绿岛人要安怎？到尾就是爱拼人啊！欸，民以食为天的，你今仔日有这个国家，是因为有百姓才会国家的存在嘞，才有政府的存在必要。你政府会当用这种程度吗？用这种方式吗？你当作阮绿岛两三千人，你就会当把阮这个弱势打成这个样子啊？不行啊！咱绿岛人。现在都要外国人来甲你欺负，甲咱控制。这片海洋，这块土地是咱的呢。原住民有原住民的传统领域，咱绿岛人的领域是啥？就是这范围，16平方公里，就是那么小。你做一个花园，你是台南算的，你放恁家的皮头，你们放到阮家来，我咧信你啦。在这边严重表达我们绿岛人对目前这些立法委员不屑这种做法。还有，再次在这边呼吁，我们台东所选出来的廖国栋委员、陈颖委员，还有刘大豪、刘立伟，你们如果要任意放着这个案执行，让他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大家试着看走着瞧。你讲要3公里了，后边改40公尺，用咱就土价就完全爱伫咱的迄个潮间带内底生活啊。你要安一间完全拢无，你叫绿岛人死死的就好啊！就是拼死才咪改拼，剩这条路尔，其他无路，真正其他无路，真正这是有够苦的苦。伊要来决定了后，根本你就无没有你的空间啦，绝对无你的空间啦。袂当因为着一个单一事件，吼、哦，啊，借这个机会把规个绿岛的海域拢要来保护起来。拄啊，咱的乡亲也有讲过，事实上，绿岛人过去也无开发观光，就是拢靠海咧食饭的。你即摆人掠到即尾鱼仔尔，啊，就从规个海域要来保护起来，我是感觉拢完全唔对。因为即摆新政府伊有讲过，伊讲伊是上敖沟通，吼、哦，啊，搁上谦卑，结果拢无起来，人为着插即尾鱼仔，就要把规个绿岛保护起来。伊那无爱想到跩渔民啊，过去离200多年前，阮的祖先起家也是咧创啥？是咧靠掠鱼生活的呢。包括个人吼，绿岛的老百姓的生存权都无爱互阮，阮绝对是抗争到底。你会当对立法院直接对顶管路陈局长对下骹落来，无听阮地方的心声，你安尼会使吗？阮绿岛人，阮知影安怎生活。我哪有可能把这粒岛破坏呢？我希望蔡总统啊，
来到绿岛，看我们绿岛百姓生活，考虑到我们渔民怎么生活。啊，我以前我嘛是甲中央政府的看法同款，啊，就是拢总爱画起来，拢总爱保护。但是当你有去想到无？你有看到渔民无？哦，当你缩小一个范围，缩小一寸，因的生活空间就减少一寸。那是中央搁要坚持哦，照因的这个路线落去进行。哦，我相信咱唯一会使做的，就是马上联署做公投，把咱的东莞处请出咱绿岛的范围。东莞处副处长林伟林表示，该处只是检讨管理范围，没有禁渔的意思。所有的意见他们仔细记录，将带回参考。他表示，新政府懂得沟通，会听取在地心声，请大家对新政府有信心。经营管理推展观光游憩的一个范围，好，那并不是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禁渔措施，因为任何的采捕的这个禁止的一些权限呢，事实上都是要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也就是这个农委会跟县政府的这个农业处渔业署相关单位，他们来同意才可以执行的，所以我们绝对没有要什么禁渔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哦。县议员谢贤玉强调，一步不让，争取渔民权益，并合理怀疑政府有意将绿岛海域划入海洋国家公园。不要把绿岛的渔民妖魔化，单一事件。政捷的事情不代表中华民国所有的国民都是政捷。叶大立委，你听清楚了，这第一点，我们的重点在我们绿岛的移民要生存权，这个才是重点。这样的会议资料我印出来的，这个都已经排定了，由你们的委员啊，评鉴委员啊，出席评鉴会议，各机关代表请出场，这个已经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哦。所以我在这里记者会要交给议长结束之前，我还是一句话，各位议员请听我们绿岛，因为移民我们绿岛就是相对人数少就弱势了，移民更是绿岛的弱势，我们会绿岛的移民会跟我们的观光业者配合，既生态保育又要发展观光。县议员洪宗凯及林参天稍晚进入会场，两人也表达支持渔民，必要时将率渔民北上陈情。记者会最后由议长饶庆麟及绿岛乡民代表会主席何富祥委请洪宗凯、林参天两位议员协调执政党立法委员叶宜津撤回原案，维持现状。今天我正观点多位乡亲都是维持现状。哦，阮都本来阮都有保护区啊，有两个浮潜区了，哦，一个柴口浮潜区，石兰浮潜区，哦，阮都一点拢在保护啊，阮绿岛唔是未晓保护，绿岛人要发展观光，阮家己会晓保护，但是唔免阁画字啊，写三里是无啊嘛，对嘛吼，即卖讲四十公尺，那个都不要，就是维持现状，延案撤回。好不好？因为这个提案是立法院叶宜津委员提的哈，所以如果要撤回，我们必须委请洪宗凯议员、林参天议员哦，能够帮我们去协调，请叶委员撤回这个案子。东莞处副处长林维林会中表示，原定6月22日及23日东部海岸国家风景特定区绿岛海域范围检讨评估报告现刊及评鉴会议已暂停召开，延至7月7日办理。经历这场民意收集洗礼，不知后续将如何变化。刘瑞文、许金坤采访摄影。